请问你有什么事啊？我老婆在生我的气，我希望她回来。哪个老婆？我只有一个老婆。那我们就来签合约啊，让小三永远不要出现在公司。不可能，疑似小三的人是大股东的女人，不可能请她离开。时间到了。有了，你准备一个义结原谅我的字条，然后去街上裸奔，到时候一定上新闻。哇，我真的是梗王，烂梗王啦，梗王。总之，你被开除了，开除公司啊？好吧，既然这样子，只好请出大魔王出面了。人都没有带回来，赶过来见我。奶奶，招病。那相片让你能保存多细本，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，但是你孤单时刻安慰的体温，怎么为你多留一份？我不愿让你一个人，一个人在人海浮沉，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，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，只求命运带你去一段真心的旅程，往幸福的天涯飞奔，别回头就往前飞奔，请忘了我还一个人。在你跟我说对不起的时候，我的心早就已经原谅你了，只是我很喜欢被你哄的感觉，你可以再多哄哄我一点点吗？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。